请你不要再迷恋个工程师，哈哈，又是个工程师。狼是吧，陈秋？狼是吧？狼是吧？一只好鹅。狼是吧，小保安？往那里走。我好怕这里。狼是吧？一只好鹅。被说话狼是吧？姜太公钓 fish， 小野跟大鲁蛋在一起。我也做一下，我有打。fish， 他们两个 fish 没有动刀 ，OK， 好人。这还有个任务，这两个好人。扫垃圾，扫完了，走吧。OK， 跟你走。好，他们两个挺好人。我跟悲伤花的左上角熄灯，然后那个动太快了，这个景要么就是司机干的，要么就是有隐形，好吧，因为56只，然后梁元发肯定是狼，梁元发是狼跑不了，然后悲伤花说大帅逼是鸽子，小城是从下面走上来的，不太像隐形。说我是狼就疯了吧，乱玩是吧？别搞呀，小保安，他就疑惑问，但是我都没有听到，我反正是在修灯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二键亮了。然后我在那里待了一下，就是司机他是看大帅逼说不说我，大帅说我就说他呗。好，反正司机我不知道你是啥，你要么跳身份，在左上角那个位置，感觉很奇怪。悲伤蛙肯定是个好人走的，然后他也不可能加大了，他是个带刀好人。嗯，我建议要不先把梁元发投了吧，我是不清楚。哦，不用，我直接跟他聊就行了。啥都看不到，好吧，过了。请你不要再迷恋哥，谢谢某人给我放那个。哥啊，放歌给我听，我知道你的身份，我也不报你。然后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好人赢，我是中立，我是鸽子，好吧，就不用盘我这个点了，好吧。我怕有刺客，那把我拘走我认，好吧。那我是个臭中立啊，但是我能帮好人，所以我不报好人，好吧，懂我意思吧？都啊，我是谁和谁对话谁心里清楚啊，过。小保安搁这乱踩啊，真的是愚不可及。你知道为什么放 BGM 吗？因为你懂的啊，这个我 BGM 是放给大帅逼听的，我是个工程师，我在柜子里面，然后想放个 BGM 吓一下他，结果你就报警了。我才刚放两秒没到，你真的是要放久一点点嘛，我好身份啊，你们盘外面的人啊，别盘我。小保安你摁踩我，你就说狼好吧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我相信你有可能鱼，因为啊，这个你的风格嘛，就小保安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头晕，是不是啊？能理解啊。我觉得盘外面的人吧，你们盘外面的这轮大帅逼我保了啊，大帅逼跟我在一个柜子里面了。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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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么快。你拍零拍早了，小保安，本来我和某个人都已经商量好了，因为那局我本来是我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抱团人里面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了，我就想赶紧跑，怕好人和狼人刀我，我就跑到下面的那个桶里，当时我俩是不在柜子里的，是在桶里的，然后俩比放那个歌我就听见了。为什么我知道是他放的？因为他自由麦第一轮报警了之后，他那个框只有他一个人的框是黄的，我就知道是他放的。然后我还想保他身份，结果是因为你踩他才被迫报了他的工程师的身份，好吧，他肯定是没时间刀人的。他是好的，那卤蛋和小野是抱团的，他俩也是好的，对吧？对啊，那你是肉汁，那这个单走牌里面就晴天，哦，剩下的就晴天、司机和小城嘛。但是司机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司机要是不掉就好了，因为我刚才和那个小城聊天，小城有他未办的事情要办，所以你听一下小城怎么说吧，好吧，过。如果还有鹈鹕，应该要找鹈鹕啊，就是很简单的逻辑啊，就拍零拍了，就我没刀的，
我当时这样子的，我跟大帅逼在柜子里面，在柜子之前的大卤蛋跟那个小野他们两个在做任务，他们做任务做得很认真，铁好人。小板，你我相信你啊、最起码你就要么待在鸟，要么就是个好人啊，对吧？你做不成一张狼，那剩下的就是晴天了呀。晴天、小陈跟一只好鹅里面有鹈鹕了呀，对吧？我觉得我们现在排的都对，但是哪个是鹈鹕？那不知道呀，我的视野没有啊、哦。我觉得晴天像是那个鹈鹕了，好吧，过。哎呀，我怎么能像鹈鹕呢？我上把就报了我是那个观鸟者的身份啊。外这时候外面单组牌已经是晴天、小野还有蠢秋了呀，问题就很简单，一只好鹅应该是铁狼啊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还他怎么能踩小野呢？说实话，我真有未完成的梦想，这把我票了，我会很伤心的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弃票吧，我会自我了结的。再见。哈？心机之外，好了，没有 BGM。然后我大概已经知道了，好吧？场上其实五个人的位，他为什么这么不想不认出啊？他是鹈鹕是吗？然后晴天，你知道小野为什么要改票吗？因为你穿他衣服了。但你这轮这个发言，我只能认你是个呆呆鸟，好吧？因为，三个中立嘛。然后老白说他跟小城达成了某种神秘的协议，我觉得这一轮应该是可以跳过的，圆小城一个梦。跳了，要跳了。呆呆鸟，这就是为什么跳路。小野他要改。但是要是晴天是个鹈鹕，这把不就输了吗？过，让小城去圆梦。不急，这把。可以说他圆梦，看你们一堆人站在大厅。他圆梦，但是我还能回来。你还在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在倒车，你别跑，你好搞笑，你走，你就倒车。哎呀，你怎么又？哎呀，走正常路了。让开。什么情况？鹈鹕，所以他要圆梦。哈皮，你哦，他圆梦，圆谁的梦？圆谁的梦？圆司机的梦。哎，我是真吐了小保安了，这要是不报警，我放歌笑死我。没办法，已经圆梦了。司机说要你进来赔的，没事，我可以不吃，我不吃。点菜，司机在点菜是吗？在点谁？司机说不是，司机说要你进来赔他，然后去赚钱没了，赚钱就没了，司机。哎呀，这小保安，那这报警报的这么快，我的歌都没放完。保了，直接票了，过。大帅币怎么死了？我放半天 BGM， 大帅币不是进柜了吗？不是，他不进去了吗？他不进去了，他怎么死了？真的，司机跟我说他需要一个人做饭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进肚子里了。你什么时候吃的他呀？他不知道。不是，他刚贴柜子的时候，刚好把他给吃了。哦、oh, 牛逼，哎，白放 BGM 了，我吐了，笑死我。可以。鹈鹕在金贵的时候吃了，这可还行，受不了了。我跟你讲，以后我跟着司机走，司机不跟我走，直接拍中下巴，直接杀。畜生啊，真的是。我招你惹你了？我也没杀你。我的都不是好东西。哎呀，小保安，你晚点报警嘛，我受不了啦！我跟你说，我那波如果晚点报警，我就被司机砍死了。我跟你说，他晚点报警，我这边都笑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躲避他们追杀，我本来然后我听见放歌，我直接笑坏了，我在里面，我直接笑的人都坐不好了，笑死我了！我一想完了，我要工程发现了，我操！